Alex 投資 Hotspot 啦，今日咧錄影嘅時候係十二月幾多喎？11月10日，嗯、有咩特別嘢？光棍節嚟嘅喎，聽日啊，光棍節，今晚開始嚟嘅，哇，梗係消費狂熱開始啦，大家小心 bandwidth 唔夠啊，真大家呢樣嘢，但係即係好似個市都係。情緒差了、嗯嗯、宏觀的而且很多人擔心幾樣大事啦、美國那邊收水、雖然那個息就沒有加得那麼快但收水是肯定的、變成大家擔心會不會、即兩極發展 新興市場很受影響你如果加息跟不上呢、走在美國那個陰公所以變成反而就美國本身就沒有那麼大件事所以為什麼那個、無定向風影響反而新興市場影響大大家要小心我們香港講嘅事啊，唔好太啊，成日講呢樣嘢我哋香港嘅事啊，係咁兩萬五嘅陰谷，都守唔到咁滯，即係都係喺度跌跌蕩蕩咁。係啊係啊，即係尋緊呢樣嘢。當中都應該有好嘢嘅，稍後你聽專家講。係啊，所以咧，我哋都係時候啦。再因為喂，就快仲有幾個禮拜就過年啦，過新年尾㗎啦，而家 Q 四尾㗎啦，收爐㗎啦，歲晚收爐㗎啦，歲晚收爐。以鑊餐嚟計啊，咁係時候啊，盤點下，再跟住睇下展望2020嗰啲一定睇緊2022噶啦，2021冇嘢睇。所以今次嘅嘉賓就好啦，我哋一年前揾過佢哋喎。啱就一年前10月10日底，咁啊好日子嚟啱，我記得啊，一年回顧好緊要。即係中原博立基金嘅兩個揸飛人啦，冇錯，Michael。Larry 同 Michael 冇錯啦，咁兩個都係青年才俊啊！舊年同我哋分享嗰啲，如果觀眾有聽，真係你 rewind 翻睇睇啊！其實講個長線投資咧，有好多價值投資，佢哋冇睇錯噶。係，反而就係如果唔係搏到咁盡，要搏高炒嗰啲的話咧，可能前唔好太賺咗噶啦。係啦，佢哋都唔係夢幻，唔係揾啲夢幻股啊嘛，揾啲實力股又增長股。係啦，咁所以有分析咧，佢做咁啊，幫大家準備咧，2022年點樣可以？係啦，2022年開始能夠有再一個高峰啦嚇，大家投資得利啦，咁啊，事不宜遲，不如請佢出嚟啦。Alex 嚟到致富嗰個嘅重頭戲咯喎，請咗兩位咁靚仔嘅基金經理，係咪好似上青年才俊啊？啱啱好啊，問 update 下點解啊？Larry 同埋 Michael 舊年啊，2020年10月啊，就訪問過，關於呢個亦都係關於新世代投資新經濟嘅嘢嚇。咁啊，啱啱頭先阿 Darry 都提起啦，啊啱一幾個月時間啦，而家又進入第四季度啦，咁啊睇下到你一年變化如何，同埋睇睇今年檢討咗之後嚟緊，大家有啲咩意見俾啲投資者啊？咁就緊要啲向前看啊！係啦，佢哋兩個咧就係深度價值投資啦，亦都個戰績啊非常標炳啊嘛，大家基金經理。咁啊！但係過去一年都風風浪浪，非常之多啊！咁啊，其實對你哋對嗰個前景裏邊有冇咩大嘅改變嘅體驗咧？甚至乎聽過你最近有一個新嘅基金上嘅喎，點解咁有信心咧？而家個個都話哇，睇到股票唔使講嘅咯喎，點解會咁樣嘅咧？或者 Larry 講先啦。好啊，喂，咁啊，多謝曬 Derek 啊，多謝曬Alex 啊，一齊即係再次邀請我嚟做訪問啦。咁都事隔咗成年啦，同大家見面啦。咁其實啊，回應翻第一個問題啦，即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咧去出一個基金咧？咁其實側面咧都係認為咧，我哋覺得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好嘅投資時機嚟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覺得適逢其會啦，即係我哋其實冇特別去揀個 timing 嘅。咁但係反過嚟咧，撞啱基金真係啱啱11月1日咧正式 launch 嘅時候咧，咁譬如。尤其中港股市呢邊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股票啦，我哋覺得好好嘅名啦，其實個股值咧都落翻嚟，咁所以反而咧都真係一個幾吸引嘅水平嚟嘅，係啊，咁所以我哋其實自己咧係即係都覺得係呢個一個好嘅投資時機啦，即係如果以一個中長期嘅角度去睇咧，其實當啲股值落翻嚟咧，其實係一個好適宜嘅投資嘅時機嚟嘅。係喎，阿 Michael 啊，咁呢一個你哋睇個環境咪同翻上一次嗰啲又係得美股同埋港股咧？呢次有冇睇多啲咧個 portfolio？ 係，因為授權嗰一邊咧就主要美股、港股啦，但係基金嗰邊咧就會闊啲，就可以全球都投資到嘅。係。係啦，咁所以就因為全球其實咧都好多好有趣或者所謂實力啊嘅增長嘅公司，即係包括即係唔好講啊近啲日本啦，即係我遠啲嘅。即係歐洲，其實瑞典都好多呢啲公司嘅，甚至哇，即係呢個冷門喎。其實我哋睇多咗啲公司咧，好 interesting， 加拿大啊，咁好多地方都有呢啲新係啦，新嘅新世代嘅增長公司。所以我哋都好興奮，即係去睇得更加多嘅公司，希望更加多嘅機會。代表你嘅視野已經係全球性嘅咯喎，係絕對係非常之好。咁啊，當然啦，世界都係地球村啊嘛，個個已經一種。
咁啊，但係先講下，唔好講咁遠先，講翻香港港股啦，係嘛？香港股啊，真係經歷咗呢三季四季，真係天同地咁樣。你哋對港股裏邊嘅前景啊，喺第四季同埋即係明年，你有啲咩特別嘅部署咧？你可以兩個分享下。OK， 咁或者我講先啦，Michael 再補充下啦。咁其實即係今年咧，確實係唔容易一年嚟嘅。即係我諗尤其睇開中港股票嘅朋友咧，覺得都幾艱難添。係啊，係啊。咁我諗真係一方面啦，有個別可能啲經濟嘅 data 啦，就即係中國嗰邊啦，因為第一個喺疫情復甦嘅，咁但係亦都係第一個地區咧，就開始率先轉弱啦。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亦都會見到咧，政策監管嗰方面咧，即係唔同行業嘅，真係數得到，可能十隻手指都未必數得曬。係好多行業咧都有機會受到一定嘅監管嘅一啲衝擊啦。咁但係話翻轉頭講啦，即係回應翻個問題就係、我哋覺得其實而家繼續去睇落去嘅話咧，其實對於未來12至15個月咧，反而我哋係正面咗嘅。係啦，咁其中一個方面咧就係我哋覺得咧首先一點咧就係我哋覺得監管政策個大前提咧。譬如講緊咩共同富裕啊，或者可能唔同嘅一啲行業嘅針對性嘅措施咧，其實都係想令到個國家個發展咧更加平衡，令到可能中產咧更加多人係成為中產嘅一份子。咁對於長遠個經濟嚟講咧，應該係好事嚟嘅。咁但係短期任何嘅轉型咧，都係會有陣痛嘅。咁我哋而家就經歷緊呢個時間點啦。咁所以我哋個預期就係咁嘅，我哋覺得咧今年咧係有機會見到一啲政策上面嘅高峰，即係好多政策咧可能要出台嘅，基本上出台啦。咁明年開始咧，我哋覺得咧係相對上應該咧係會寬鬆少少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都參考咗即係過去啦好多次，即係中國股市其實過去都好多次明顯嘅回調。咁我哋睇咗好多次唔同嘅回調嘅一啲原因啦，一啲時間嘅時間長度啦，甚至個回調嘅幅度啦。咁其實我哋計翻咧，即係睇翻一啲歷史嘅數據咧，其實今次個回調咧，無論喺時間或者幅度嚟講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咁如果睇翻 past 嘅 data 嚟講咧，其實往後12至15個月咧，我哋唔係咁悲觀嘅。係啊，即係我哋反而覺得咧，而家個股值落咗嚟咧，有啲公司其實係好有一個留意嘅價值。咁啊，等 Michael 可以再補充下。係啊，其實即係好似咧會咁講咧，即係我哋覺得反而今次個股市係調整咗落嚟咧，係一個機會嚟嘅。不過依個機會又唔可以去到好樂觀嘅情況之下，即係假一個樂觀嘅假設去打呢啲機會。咁中國嘅一個即係監管嘅方面咧嘅政策咧，其實就我哋相信會慢慢減輕落嚟嘅，因為始終都對實體經濟咧都開始慢慢有啲影響。咁佢都未必會再去得咁盡，但係即係依個方向咧會維持嘅。即係譬如個市場咧，或者大家嚟講啊，諗住一啲公司、一啲行業咧，會未來會一個比較長時間嘅高增長嘅。咁我哋依方面嘅假設咧，其實應該咧就要去calm down翻啊，因為政府就係唔想有啲行業咁高增長，因為太高增長嘅時候，因為佢要共同富裕嘛。即係如果高增長，你其實應該要唔係話唔俾你賺錢，唔係唔俾你增長，但係要分翻一啲增長俾一啲譬如。其他行業或者中小企啦，因為啲大企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希望啲中小企都能夠可以得益，可以做到百花齊放。咁所以我哋睇公司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考慮翻依個因素喺度，即係講公司本身嚟講啊，以往嚟講有人比較高啲嘅增長。咁跟住我哋突然睇嗰間公司嘅長遠前景嘅，咁你話增長預期增長有人慢咗啦。咁另外個估值嗰方面咧，有係市場亦都相信會下調翻，即係譬如而家間公司盈利做依個 base 嘅時候，做用依個市盈率做估值嘅時候。咁過往有人係一個高嘅增長，同埋個增長，大家都諗住好似外國咁樣係你做得好嘅時候咧，就可以攞曬成個市場嘅。咁所以就俾一個比較高嘅一個估值佢，譬如一個假設咧一個三十倍嘅一個 P/E 咁樣。咁依家嚟講大家依個憧憬係冇咗，現實你亦都要回歸現實。冇壟斷呢樣情況出現。係啦，咁所以個 P/E 可能降翻25啊20咁樣。咁我哋個估值嗰度需要做一啲調整，但係如果覺得依間公司仍然係好嘅，仍然係優質增長，但係估值我哋睇翻一年、三年、五年估值對倒退翻依家股價個回報率仍然吸引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會照投資落去。好啦，策略就咁睇啦嚇，大嘅策略思維係做咁啲實際啲，我哋即係觀眾裏邊咧，即係好想聽咁邊只啊咁樣，邊啲係特別嘅邊個板塊裏邊咧？你覺得可以做板塊啊？即係你話調整咗啦，哇！咁啊，教育股嗰啲又哇，好似一蹶不振啦，係嘛？資源股啊，或者可唔可以逐個你睇下板塊裏邊，或者你可以點評下啲邊啲你哋覺得？大家應該留意的一些股份。
OK， 咁其實可能熟悉我哋嘅朋友都知道，或者好似舊年即係同兩位一齊去交流嘅時候，我哋都講我哋好集中睇三個主要嘅板塊啦，一個係新經濟啦，另外就係消費啦，同埋醫療。咁或者我可能講下新經濟啦，咁Michael 可能幫手負責講另外嗰兩個 setter。咁新經濟方面啦，其實譬如原來就算我哋基金未 launch 之前咧，其實我哋除咗睇中港股票之外啦，美國嗰邊咧我哋都會睇啦。咁其實我哋覺得如果中港呢邊咧，其實我哋覺得有啲公司其實我哋依然都中好中意嘅，縱使頭先 Michael 講嗰樣嘢，我哋要考慮，即係譬如個增長會唔會放慢咗啦，或者估值會唔會下調，但係 let's say 譬如騰訊咁啦，其實我哋依然覺得騰訊嘅業務其實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咁當個估值落咗嚟之後咧，其實而家個防守性咧，反而我哋覺得係一路加強咗。咁同埋有一樣嘢成日都想同咁多朋友分享嘅，即係大家成日講騰訊、微信梗係好強大啦，但係大家唔好唔留意就係騰訊嘅投資能力都好強大嘅。其實過去即係咁多年，佢喺全球投資咗好多優質嘅公司，係啦。咁呢樣嘢新嘅 startup 咯，新嘅 startup 係啦。咁其實個投資眼光係非常之好嘅，係啊，係啦。咁甚至我哋放眼即係譬如美國市場嗰邊，喺美國市場嗰邊上市，咁我哋覺得新經濟類別嘅，譬如一啲東南亞嘅電商公司啦，即係都係我哋主要嘅持股啊，譬如 C 啦。咁其實一路個業績都好亮麗啦，同埋其實佢一路個增長嘅 story 好強。佢以前喺東南亞做得好好啦，咁而家其實去到南美啦，甚至其他東歐嘅國家啦，其實都有佢嘅足跡。甚至我哋亦都有睇一啲譬如叫 SaaS 嘅類型嘅公司，即係訂閱型嘅一啲服務型嘅公司啦。咁其實嗰方面我哋都見到好多機會嘅。咁另外兩個 setter 麻煩Michael 啊。係啦，譬如講翻，如果講翻醫藥嗰邊咧，醫藥嗰邊我仍然係相信中國係會繼續支持呢個創新藥嘅發展。咁有個基於嘅原因就係其實即係大家睇到中國譬如芯片嗰邊咧，即係有啲個技術係落後嘅，即係可能投資本身投資唔夠。技術落後於人，所以就很多掣肘。但係如果講到藥嗰方面，其實中國做藥嚟講，即係雖然暫時嚟講冇美國咁好，但如果你話做翻藥，即係幫翻啲藥企做 facility 翻佢哋做一啲創新藥嘅公司，譬如藥明生物啊呢啲咁樣咧，其實喺世界上咧都係最 top 嘅，即係其中一間公司嚟嘅。即係其實佢有人係同譬如同 Samsung Biologics 啲公司咧，都係即係大家個規模都有咁大。但增長會快啲，但係大家嘅級數咧，其實都係一樣，甚至依家係越做越好，即係有超越之勢添。係啊，咁我哋相信，即係中國仍然係，即係雖然話好多醫改啊，即係或者係嗰啲集采啊，即係用即係壓啲價，即係壓啲藥價，希望即係中國人民能夠用呢、這個相宜啲嘅藥價，即係都即係用到一啲藥咁樣啦，其實係好事嚟嘅。但是創新藥嗰方面咧，其實仍然係需要去做，因為如果唔係話咧，就頭先咁講啦，即係俾外國你又壓食啲美國藥食外國藥就唔得嘅。咁即係依個亦都係政府會繼續支持嘅範疇。咁雖然係價會壓，但係創新藥嗰方面咧壓得相對嚟講，我哋相信未必會壓得咁犀利，因為一啲即係比較係即係比較 me too 產品，有人係即係叫做即係大家即係叫複製藥、仿製藥嗰啲咧，其實就一定會壓嘅。但係創新藥嚟講咧，一定會支持。咁但係即係大家如果唔想去 batch 某一間公司嘅時候咧，其實最好就係一間公司就係、是、譬如藥明生物啦，依間公司就好似台積電咁樣，因為台積電咧就係、是。做芯片係啦，即係做個技術係好犀利。咁依間公司咧就係幫手做藥，但係佢就做個技術好犀利，亦都係因為幫好多藥企啊，唔止係中國，係一啲外國嘅一啲最大嘅藥企咧都幫襯佢，所以佢係絕對有實力嘅。咁主要就最近比較弱嘅個股價，就因為擔心翻啊，究竟即係會唔會係因為依個 Covid 啲藥出咗嚟之後咧，對於疫苗或者對一啲 antibiotics 嘅要需求冇咁大咁樣啦，但係我哋覺得依啲嘢其實因為佢都澄清咗，其實佢有依啲生意同埋係都 guarantee 咗嘅，即係一定會即係一定嗰啲佢一下一定會幫襯啦。咁但係我哋亦都係覺得佢亦都講咗，即係有人下年依方面個比重相對細啲，後年嚟講亦都係有人當咗冇依啲比重。咁嗰啲咁嘅產能咧，其實喺度嘅時候咧，亦都會因為成個醫藥行業咧都一個好高速嘅發展咁所以咧亦都會就算冇依個 covid 嘅藥。Covid 嘅依個疫苗，但係嗰啲產能咧仍然係會比其他嘅一啲創新藥或者自癌藥啊等等去補充翻嘅，所以我哋仍然係覺得依間公司咧喺未來一個比較高嘅增長啦。咁譬如外國㗎，如果你話中國都係覺得嗰、那個好多人覺得個風險比較大嘅，如果睇外國嘅，咁我哋都會睇一啲即係逐隻去睇咯，有冇啲乜機會啦？譬如我哋依家即係大家如果認識我哋都有投一啲叫做醫療器械啦，有一間叫做 Shockwave 嘅公司啦。咁依間公司主要咧就是、簡單嚟講咧，就係、是、幫忙去用依、這個。
用呢個聲波去震碎一啲即係叫做鈣化咗嘅血管，咁就即係做一啲血管就令到佢流通啲啊，咁等通波就係其中一個會用到呢樣技術嘅，係啦，咁啊所以呢個技術亦都見佢一個好高嘅增長咧，即係慢慢嚟講喺美國舊即係今年嚟講就喺心血管嗰方面就開始係 FDA 批啦。咁另外就亦都係下年預期日本都會批啦，咁係好多好多地方慢慢再，甚至中國有人依家都進行緊呢個審批嘅工作。咁佢個增長都好犀利，今年預期全年都有200%+嘅有收入嘅增長。咁所以呢啲公司我哋都係會有信心會繼續，因為佢有 patent 啦，咁啊繼續呢個技術咧係可以即係叫做全世界嘅 patient 越嚟犀利，亦都可以越嚟越多 patient 可以受惠到。咁我哋其實最好咯，醫藥股就係我哋希望就係佢哋幫到人之餘，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作為股東，即係從中嚟嘅增值喺度。打斷少少啦，即係點解咧？舊年呢過去十幾個月嚟熱炒嗰啲就係梗係嗰啲所有啲就係、是Covid 嗰啲藥解，即係幫人疫苗啦。但係出年裏邊仲會唔會？因為好多人揸住噶嘛。究竟係咪見頂咧？係呢個時候係要炒嘅咧，定係你覺得你兩位你要點睇咧？你呢個都係大家好關心嘅問題，呢個好好嘅問題。咁其實我哋暫時個睇法就係咁啊，即係疫苗咧，其實同譬如頭先 Michael 講，譬如新冠嘅口服藥，其實大家要明白個概念就係、是。口服藥咧就係、是、如果一個病人唔好彩真係中咗新冠病毒啦，咁佢係一個治療嘅方案嚟嘅。咁但係疫苗咧其實係一個叫預防嘅方案嚟嘅，咁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咁我諗而家大部分嘅朋友咧依然都會相信就係、是、如果有得唔中嘅話，最好係唔好中啦，係啊，即係好似流感咁一樣啫嘛，點解要打流感針咧就預防咯。咁所以同埋另外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而家口服藥咧都係好初期嘅，即係暫時譬如我哋好多 data 我哋都唔知啦，即係之前佢一啲 clinical trial 咧，其實接觸嘅病嗰個 number 嗰個 sizing 其實好少嘅。咁另外第二樣嘢就係個價錢係點啦，呢個暫時我哋都未知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哋就對疫苗個需求咧，我哋就冇話咁悲觀嘅，即係我哋暫時嚟講，即係太遠講唔到，起碼下年咧、明年我哋認為咧，暫時都需要。咁同埋再一點再補充就係 Derek 先問你個問題好好就係、是。對疫苗公司的看法是怎樣、其實我們反過來想說就是、其實現在疫苗公司呢譬如最近可能說Moderna這些其實都跌了很多回得很厲害但是、如果我們長期一點當然我們都會花一點時間去看這些公司、暫時我們對這些公司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看法的、不過想跟大家說就是疫苗是它這個 mRNA 的技術的其中一樣應用、其實 mRNA 這個技術呢其實往後呢其實大家預期會應用到很多不同的層面、甚至可能將來治療癌症或者其他一啲疾病我哋人類已知嘅疾病咧，會唔會都可以應用到呢個技術咧？其實可能個潛力大家係覺得好大嘅。咁所以如果真係睇呢啲公司咧，可以留意埋佢背後嘅技術，究竟往後有啲咩嘅後續嘅發展咧？好。咁啊，頭先打亂嗰個病啊，其實第三個板塊你仲有未講嘅喎？係啊，你講消費嗰方面咧，消費我哋喺個中國嚟講咧，我哋會相對睇好啲一間係汽車經銷嘅公司。因為剛才 Larry 也說了 Alex 熟的買開車要拋書包好汽車經銷公司呢其實 Larry 這樣說因為中國的政策現在就想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其中一點呢、就是、都 highlight 了就是要中產的層面即係中間個層面咧，係越嚟越多人，咁先即係做到即係中國政府想做嘅嘢。咁如果中產越嚟越多人嘅時候咧，佢哋能夠 afford 到買依個譬如舊一啲豪華車，即係豪華車，譬如 Benz 啊、寶馬咧、食曬依啲咁嘅車咧，甚至係法拉利咧，即係都會嗰、那個即係 affordability 會更加高，即係佢個需求咧會自然亦都會更加高。所以我哋會睇好車嘅車嘅板塊，但係我哋唔會睇好嗰啲。即係做車嗰啲中國嘅企業啦，即係吉利依啲，我哋唔睇好嘅，因為佢即係本身，我即係加多句啦，吉利依啲其實個案嚟講 deliver 唔到佢自己想即係講嘅目標嘅，因為我哋好重視間公司即係本身佢講嘢係咪就會做到咯。咁其實間公司其實都，但係佢分拆上市喎，間 Volvo 上咁。嗰個係因為吉利。香港的母公司分拆 Volvo 啫，所以跟香港那間又不同啦，又唔同嘅，冇關係嘅，唔好意思啊，咁啊，所以我哋如果佢話啊，如果想把豪華車嘅喺中國嘅依個經銷嘅，即係依個銷售嘅機會咧，就要我哋就要買啲經銷商。咁經銷商嚟講咧，中間咧，我哋會比較中意就兩間啦，中升同埋美東啦。咁我哋特別中意美東啦，美東1268依間公司。咁點解咧？因為佢就主力咗喺依個三線城市度銷售。這個、而且它是一間公司呢
係叫做係用係一個傳統嘅一個比較悶嘅行業，但係用一個非傳統嘅方法經營。因為佢個老細本身咧都係啲 IT 公司出身嘅，有兄弟其中一個 IT 公司出身，做過一啲美國嘅一個科技公司嘅高層。咁佢就apply 咗一個大數據概念，即係佢好多年前已經apply嘅，唔係而家講。咁就去分析翻啊，究竟邊笪地方係已經係足夠庫儲，係可以買得起到，而且佢就去霸咗，提早霸咗啲點。所以喺三線城市嗰度咧，佢一城一店嘅概念咧，就係盡早霸咗啲點，即係問個車商我要去幫你，但係其他經商行知依個點其實覺得唔值得做，因為但係佢因為分析佢有信心做到，咁其實亦都係。過往嚟講咧，佢又不斷喺啲三線城市開咗好多呢啲經銷商咧，亦都係非常成功。咁佢仲要逐步嚟咯，有人係初頭佢都係買啲寶馬，咁然後就你慢慢富起嚟嘅時候咧，買得起快咧，你咧又再開埋翻呢啲。其實係可以一步一步咁做，同埋就利用咗佢個大數據去提升佢自己本身個 customer service 啦，亦都可以做 cross sell， 亦都可以知道你幾時。即係依個人幾時有人係問一問一下，即係發覺原來即係越嚟越有錢嘅，幫你即係 upgrade 你架車啊等等，佢做得非常之好。同埋佢間公司犀利咗咧，就係佢嗰個inventory management 啊，同埋 cash management 啊，係非常咧。成個行業嚟講咧，佢賣車咧，即係如果講依個叫存貨周轉天數咧，係講緊低於十天。即係賣車喎，唔係買一件。即係超市都買件嘢都未必得賣菜喎，賣車喎，砰砰聲賣喎。所以依個其實即係好似係世界紀錄嚟嘅。即係如果你做經銷商做到咁樣，因為佢係好細緻嘅一個去 manage， 即係個 operation 上嗰個好細緻嘅管理，先可以做到依樣嘢。即係情況佢利用 IT 應用咗，揾到啲客人，大家 matchmaking 又可以發生去做。即係好似應用得好似譬如以前用得好啲，可能係租樓啦、賣樓啊、貝殼嗰啲，係咪好似咁樣？反而呢間公司就自己獨家嘅一個嘅，即係個系統去做。自己獨家嘅，自己獨家嘅一套系統去管，即係一個 manage 個 data， 即係令到從而去發掘一啲生意機會，亦都從而令到自己 operation， 即係個叫做營運嗰度咧，係盡越即係盡量做到盡善盡美。嗯哼，即係佢唔係公開平台，係私人用嘅。私人嘅，私人平台。啱頭先阿 Michael 講緊就話，即係 4S 即係以前嗰套同而家做法唔同，即係大數據嗰個影響好大。即係其實賣車咧，即係好第一樣嘢，做車唔賺錢。係啊，好啦，咁啊大家分享下。一定要聽你講。做車係唔賺錢就好啦。係賣車係賺錢多過做車。問題係賣車之餘咧，後續我哋成個 long tail 咧，佢嗰個服務啊同 cross sell 咧更加賺錢。咁我諗大家會留意就唔係個存貨個車存貨有幾多個問題咁簡單啊。零部件提供服務嗰啲存貨咧，亦都好講究嘅。咁啊 ，4S 裏邊咧就其實以前較為少人可以 cross over 到第二樣嘢，就叫其他隱身服務，例如保險啊、財富服務啊，或者其他嗰啲服務。咁以前較為冇咁多人 penetrate 到，其實我諗 Michael 講得好重呢點嘅，就話你係咪識得用個大數據先？如果你只係覺得佢係一個買車嘅顧客的話咧，你局限咗自己增長。咁所以咧呢樣，阿 Michael 呢樣真係睇得好準確，就話如果開咗一個新嘅市場。即係嗰啲新嘅二線、三線城市，即係共同富裕，第一樣嘢就係平均發展啊嘛。喺咁嘅情況底下，好新嘅市場出現咗。咁問題邊個先佔先機攞個數據咧？反而個數據嘅價值可能值錢過你個硬件嘅價值。係啊，絕對係。係咯，咁我哋服務嗰個中產啊，或者做其實都好多啲平台啊，譬如阿里巴巴，唔係仲有即係京東啊嗰啲，又如何咧？呢一批所謂舊舊地啦，係嘛？呢啲咁嘅平台會唔會喺你所想像又唔係你嘅首選咧？嗯，你講。好啊。咁其實即係Michael 補充一下啦。咁其實我哋其中一個，譬如頭先講咧，可能電商平台，可能 David 你問其實國內點解我哋而家冇重點去睇咧？反而我哋點解投資咧？即係東南亞或者南美呢一間咁樣嘅公司咧？其實其中一樣嘢我哋好重要就係佢個增長性。因為國內咧，其實而家嗰個平台與平台之間咧，即係講緊可能京東、拼多多同埋即係阿里巴巴啦，其實喺電商嗰邊咧，嗰個競爭係好激烈嘅，係啦。咁同埋嗰個再喺個用戶嗰個增長性上面咧，其實已經即係好明顯飽和啦，飽和咗。你見到譬如 even 都拼多多可能早一兩年，大家仲係講緊佢 user growth， 但係而家啱啱呢個即係之前個 quarter， 拼多多開始同你講，我講盈利啦，我講賺錢啦，係啦。咁即係基本上係冇 growth 啦，係啦。咁所以呢樣嘢係有啲唔同。
啦。咁所以呢樣嘢點解我哋話其中一點就係我哋覺得國內嘅電商平台嗰、那個即係嗰個吸引力就降低咗。睇、Michael 有冇補充？其實唔係差嘅，即係譬如拼多多由依、這個講緊依個客嘅增長，跟依家依個睇翻 top line 增長，睇翻依個 bottom line 增長啦、盈利增長啦，其實即係都係 OK 嘅，但係整間公司本身來說，即有人試圖覺得、已經是去到不是一個高增長的公司、都是 steady 增長的公司，所以比它的估值呢有人是相對也都沒有以前那麼高、我們現在都是我們的投資都是 looking for 一些新世代的增長公司、希望個、增長即我們預期的增長的公司呢、都會是一個比較高一點，講未來價值的問題，所 所以就不是說這些公司不值得投資，但是我們未必是我們本身的目標的、OK， 咁你講下，譬如我哋香港講下，即係都好少人留意到一啲，唔係或者我哋成日就本地啲傳統，你哋睇緊呢三個，佢點解你又講下我哋香港常用嘅銀行啊、地產啊嗰啲穩陣嗰啲，點解你哋亦都唔多考慮呢樣嘢咧？你覺得？嗯。其實我們經常都、即或者可能我們新基金的名字叫、新世代增長基金，那為什麼說新世代呢？其實、我們經常的投資思維，首先一點就是我們覺得投資是需要與時並進的、即是每一個前景一點，因為大家看回個股票市場很有趣的，就是可能每十年啦或者每幾年啦，其實會有新的王者出現，即是不斷會改變，可能以前 Derek 說的是對的，就是以前最早可能說銀行、做傳統能源、石油的公司，我有時講個比喻，我哋試過做訪問都講話，喂，以前如果大家可能有印象，我哋可能上一集都有講過，十一年前，我話喂，如果大家睇翻恆生指數咧，當年咩天星小輪啊、中巴呢啲咧，其實都係恆生指數成分股嚟嘅，係啊，咁所以就講話，其實當時代變化之後咧、其實係會有個新嘅問題出現，咁所以頭先 Derek 講過啲問題，其實唔係話我哋傳統行業一定唔會投。但是問題就是我們要去問自己一個問題，就是未來三至五年之後這個生意模式是否都可以維持、不是說生不生存到，生不生存到一個問題、另外第二個問題就是它利潤率會不會同樣維持住、譬如今時今日我們講香港銀行，其實、生意是難做了的，因為有些 virtual banking、可能 virtual banking 先不要說它賺不賺錢先、但競爭一定多了，譬如最近看瑞泰，你見有些 virtual banking 的 platform 其實很進取的、可能是各喉式去競爭、其實這件事已經會影響到一些傳統銀行嗰個利潤嗰方面，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話？其實我哋傳統行業都睇，係我哋都中意，但係問題係我哋一定要確保一點，就係起碼喺三至五年，十年可能太遠，三至五年內，我哋認為呢啲公司咧係依然個 business model 起碼係 sustainable 嘅。同埋你要睇多咗佢哋而家你做緊新經濟啊，即係佢個科技含量，即係如果舊經濟嘅龍頭，但係有科技含量追得上的話咧，個贏面會高啲嘅。絕對係，有我哋啲觀眾都知道你上嚟啲問定啲問題噶咯、其實佢哋自己本身都睇緊另一樣嘢，有啲新能源股啊、ESG 股啊，嗰啲都係尋寶地方嚟噶喎。點解你又點樣睇咧？其實我哋都會去留意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哋其實有人某程度上有啲市場上有啲人有啲資金就係歸納埋新經濟都唔定，即係將啲新能源其實係。新能源。咁所以我哋都唔會排除去投資其他。其實我們看最主要是叫做投資呢，就是從下而上，即是我們主力、即是為什麼說、即是 highlight 了新經濟，即是醫療和消費呢，因為我們目標即是投資的增長公司很多都是這個範疇、但是又不代表即是所有增長公司一定是立在這個範疇、所以我們都會是從下而上，如果見到一間公司是吸引的，符合了我們基本的一些要求的、我們都會拿來去再去深入地去看、看完之後我們都會評下分，看看值不值得去投資，所以、即你說新能源即會不會是都是我們會納入呢？其實我們有的，我們如果說新能源來說，我們現在就主要是 Tesla、Tesla 我們是有個龍頭的都是一個新能源，也都可以升為一個新經濟公司，也都是消費公司。喂，那跟著尾那二三個那些潛力，那你 Bitcoin 就贏了，那你都要以配合看看，那第二三隻又怎麼看哪幾隻？中國那些未來啊，那些你們覺得是不是能夠可以有一個 stand up better， 即是還有機會上到第二第三，不要說第一啦、你們覺得是怎麼看的這些？其實我哋即係好似 Michael 講啦，即係我哋啱啱可以開始買得美股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第一間嘅公司就係 Tesla 啦。咁所以 Tesla 其實我哋都持有一段時間。咁但係同一時間 ，Derek 講好啱，就係其實呢個市場係一個好蓬勃發展嘅，即係未必係winner take all 嘅。咁所以我哋其實近嚟我哋都加咗另外一間咧，即係中國即係造車公司就係比亞迪。
係啦，咁比亞迪我哋都覺得其實佢即係經歷咗好多嘢啦，即係由當年即係股神開始入股，我哋先開始睇緊公司。咁其實曾經升過好高嘅位置，又落翻嚟，咁中間亦都經歷咗困難。咁但係我哋見佢而家嗰個即係喺電動車嗰方面個策略咧，或者一啲新嘅技術平台咧，其實都做得唔錯嘅。係啦，咁同埋比亞迪呢間公司咧特別之處就係其實都係一間公司咧，但係包含咗唔同嘅業務啦，即係譬如電動車嘅業務或者傳統汽車佢仲有啦，咁另外就係電池嘅業務。咁雖然而家佢產能不足，所以佢淨係可以夠供俾自己，但係將來都變電池咧，亦都會供俾其他嘅廠商啦，甚至儲能啦。其實而家越嚟越多人講啦，係啊，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趨勢嘅。咁所以核心技術嚟嘅，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話真係可能喺駐馬上面咧，暫時我哋就主力係 Tesla 啦，但係助攻即係副攻咧就係呢個比亞迪嘅。係同一個故事嚟，其實不過唔同發廠價就少少。頭先我開始訪問嘅時候都講咗啦，對明年係審慎樂觀啦嚇。但係其實明年好似有個好似有個攤幫出嚟嘅喎，就係、是、美聯儲加息，大家都驚驚啦，係嘛？即係你哋信唔信？老土啲問一句，你哋信唔信有一個大嘅調整或者股災來臨咧？其實咁樣咧，即係如果睇翻，即係依家暫時未叫做唔係叫收水，叫做係減開始嘅 tapering 咧，減慢去放水，放債，其實仲放緊水嘅。咁啊，過往睇翻，即係都試過兩次咧喺美國。即係過十年都試過兩次係 tapering， 咁過咧你睇翻，即係無論 Nasdaq 都好，或者係 S&P 都好，其實就係 tapering 之後其實係升，仲係升咗成年咁樣嘅。咁又主要點解咧？因為你做得依個收水或者做對對最終係加息嘅時候咧，其實代表個經濟係非常之好，經濟健康咗，係健康健康咗。咁所以其實美國股市係咁升上去啦，但係同步其實啲業績亦都。交到房，但係雖然你個股值可能係相對貴啲，但係又唔係話貴到好癲嗰啲地步啦。即係雖然有啲公司係貴到癲，但係 overall 嚟講唔係貴到好癲嘅地方。都仲好得好健康嘅可以揀。係啦係啦，咁啊最緊要個美國經濟係升緊啦。咁啊其實啲錢繼續入個美國股市就係因為美國股市美國經濟係升緊。咁去到某個地步，如果你話啊真係加息觸動到美國經濟開始慢嘅時候咧，過往都試過啦，咁就即刻有嗰個聲音咧。就話你 stop 咗加，試過一次，前幾年試過去加息嘅，咁係好嗰陣時係特朗普年代啦，咁就一即係經濟慢咗落嚟嘅，即係未去到衰退，因為經濟衰退定義係連續兩季要跌啊嘛，嗰陣時其實係慢咗嚟都未去跌嘅時候咧，已經話喂大家接受唔到，接受唔到你啊，聯儲局嘅就大家要求好高啊，即係唔可以經濟衰退，係減慢咗，咁開始係啦，你即係過年初一個上嚟都唔想俾人炒嘅時候咧，咁又攞個平衡，都開始要又要唔加息，甚至減翻息，甚至放翻水，咁其實即係未必即係過往嚟講試過一個咁嘅 cycle， 其實最終嚟講個效果唔係話大家依家想象之中咁恐怖，甚至嚟講個過程之中有可能仲會係個投資有人仲會係得益嘅，最緊要都係買公司，係啦，所以我哋。你話啊個真係 tapering 加息，即係收水加息咧，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咧，你有可能會好似今年咧，即係今年有人第一季嘅時候咧，就啊個通脹無端端好犀利嘅時候咧，咁曾經影響過一啲公司嘅估值跌咗好多，亦都係叫做譬如 Nasdaq 嗰啲咧，有啲股票咧都跌得幾多下。但係睇翻最緊要一樣嘢咧，我哋買公司其實呢啲嘢我哋未必可以預計到，即係啲 macro 嘅一個經濟環境嘅轉變咧。即係我哋係未必可以去估計到，即係雖然好多人估計，但我覺得唔係會成日都準嚇。咁我哋最緊要反而係買投資，尤其是中長線投資咧，係買一間公司嘅前景，咁同埋增長。咁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如果因為tapering 或者加息係個估值個水平會下調嘅，咁但係希望我哋買一間公司能夠用翻佢嘅收入增長或者盈利增長去抵消翻呢啲下調，即係從而令到個股價都會有人有上升嘅空間喺度。這個就是價值投資的精髓，你是買管理層絕對是。 Larry 有沒有補充？沒有，基本上已經代表了我們全部的看法。不過短短時間也好多東西，當然大家還可以看看他兩個人的投資心法，當然是買本書，下面有個 hyperlink 去做，也可以看到呢，今天聽到之後好像定了心，安心了，安心一點再投資，宏觀一點好像明年也是不錯，大家現在儲定錢，趁現在可以趁低吸納，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時機，也都非常多謝 Michael 和 Larry 今次又上來給我們這麼好的分析，我們可能不用等一年，可能下次又報一下喜訊，好嗎？多謝大家收看，下次見，拜拜。